好了吗？啊，马上。哎呀！哎，肚子疼！肚子疼？肚子疼！哎呦，肚子疼可大可小，我得替你好好检查检查。走吧，先走了。那个，你肚子疼啊？具体哪里疼？是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我不疼。我看你这么不自在，确定不用仔细检查一下？啊，不，这里吗？不是，我刚搞错了，我是胃疼，我有一点点不舒服。哦，坐吧。你之前就有胃疼的老毛病，我给你开些药备着。你还记得呢？我当然记得，毕竟你是拥有牛奶肌肤、钻石心灵的前妻。对了，我听曹先生说，你和沈先生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药开好了，谢谢。方宁，我的电话一直都没有变。